来自午禅房黄俊国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午禅太极四十五枪。黄俊国老师今年72岁，他钻研熊式太极拳等技艺，每一样都非常的精通。午禅太极四十五枪，此枪法为熊式太极拳之午禅法的基础枪法，枪法是易学难精的一门武艺，以拦拿扎为主，拦和拿是用来做防御及抵挡隔开的动作，扎枪是主要的攻击动作。扎枪必须要平正迅速，直出直入，要做到力达枪尖，所谓出枪准后拔稳。拦拿扎则称为中平枪，是枪法当中最精要的招式。人家说中平枪，枪中王，当中一打一点最难当。此外还有回马枪、劈枪、崩枪、挑枪、拨枪和点枪等法，都要做到开步如风，马步如松。耶、yeah. ！好。